奇迹，七下就有啊。但你为什么要寻找奇迹？这手环的流和奇迹很相似，他也是这么说的。他跟随手环的指引找到奇迹。明白了，看，奇迹近在眼前，不过要想接触到它可没那么容易，我们到了再说。过来吧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西施，是我新支队的伙伴。东方要说的人就是你啊，想要接触奇迹必须成为归墟梦魇的冠军才行，所以你的第一步就是加入稷下学院，欢迎来到稷下。在这里你将遇到各种生灵幻兽，探索奇景遗迹，有无数场冒险等待着你。你为什么来稷下？我和这个地方有一些渊源，这里还有我一定要找到的东西。是吗？我也一样。你运用流的方式很特别，难怪东方耀那么看好你。也许你能成为解决这次危机的关键。这里残留着极其强大的魔道能量，好像就是东方药在调查的那个。他也被侵蚀了吗？玄歌学者，也许这才是他追求的极致美学。生命绽放于战场，璀璨就在你眼前。容我为你展示极致的机关之美。让我们开始游戏。惊叹吧，偶戏的全貌，让我们开始最后的盛宴。第千相的少女，从愚昧中苏醒吧。星辰立刻被掏空，
该谢幕了。你我创造了极致的美。你好像变得不一样了。你存在的意义不仅仅是为了过去。有股强大的力量侵蚀了这里。也许你的到来并非偶然。星辰之力接下来。我还会再见到你吗？这转瞬即逝的光景真美。